掌声加尖叫，欢迎大飞。这位厉害了，花瓶界的蔡依林。哎呦，这个他可以说我对他对花瓶界的蔡依林，大家都原本都看都哎，怎么可能会唱歌，怎么会跳舞，怎么才艺呢？就是摆着摆着就好了嘛。所以我今天抱的心情就是他是来搞笑的，
哦，你觉得等一下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喜剧的演出，对不会有什么震惊的表演？我觉得应该很难。我们来看看好了，掌声加尖叫声，欢迎露露。
怎么露露酱，失敬失敬，露露酱，失敬失敬，来来，中间请问失敬失敬，这个，哎，完全不觉得你平常有在主持的形象，你的麦没声音了，因为歌手比较不会讲话，所以我们这个访问是要有点困难度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没有，不是，我刚刚上来，其实一开始我真的不晓得要说什么，因为太反差太大，还要消化，对。对，在心里，而且本身他很厉害。刚刚我们在台下看他表演的时候，其实露露感情很投入，非常投入。然后我们更发现一个，就是除了歌手之外，你还有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身份，就是歌手身兼乐队大老师。对，指挥家这个 pose 都还是蛮大气的，有没有？对。因为这是一个大舞台，所以就必须要，就是歌手如果真的是唱到台，不是都会这样子吗？这样，哎呦，是吗？要有澎湃的感觉，有，但是真的，但是感情真的有很投入了。刚刚我们在下面看，其实真的有，不是我们讲可能不太准确，对，因为今天你的爸爸妈妈又来，对啊，我们来问一下，露爸露妈，他们特地从台中开车上来，哇，好伟大！旁边还有主持人，哎呦，阿达跟小虾，阿达跟小虾。对于露露今天的表现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 amazing 的一段表演。哎呦，谢谢大家，非要闹英文就对了。一个厉害的歌手，就是他一唱歌的第一句开始就可以吸住所有的人。哦，我刚刚他一唱歌之后，我原本还在跟阿达讲 ASA， 然后突然间声音出来，我就被吸过去了。哎呦，有啦，谢谢大家，真的是非常厉害，我觉得。妹妹，当你不再寂寞，就回来。还是请原唱唱好不好？原唱唱比较好。厉害，得到专业歌手肯定。妈妈有看过露露这样子吗？没有，她这一次是最震惊，完全没有搞笑。对，完全没有。没错，超厉害。那表现怎么样？Good, nice. 现在就是太喜欢都要改成用英文来回答，每个人都要讲一次英文。你问我爸也会说。爸爸，露爸，表现得真不错。露露，赞赞赞，赞赞赞。哎呦，活力耶！我爸是我们大雅区的区长。赞，对，很有那个气势。有，接下来一位还没有听到他的意见是。阿达，哎呀，达哥，好好说，荧幕情侣，好不好？好搭档。对，我今天是来看雪珠跟嘉祥。对，喂。有时候，有时候，我们相信一切有尽头。欧长发辣妹，去看我一眼。更精彩的表演还在后头，休息一下，千万别。